这些莲蓬、荷叶还有荷花呢，是收到的一份非常惊喜的礼物，不能浪费，先赶紧拍一张美照，朋友圈晒一晒。晒完照片之后呢，这些花就要被真正的晒起来了，因为我要做成干花。荷花啊，做成干花的效果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打算用它做一盆插花。话说已经真的很久没有插过花了，感觉手都开始生疏了。我理解啊，插花其实讲究的是在方寸之间，然后还原自然之美。其实呢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坚持自己晒莲蓬还有荷叶的一个原因。一般我们能够买到的干花都会被商家处理得非常的规整，然后莲蓬也会比较饱满，杆子比较直。其实这就有悖于植物在大自然当中的原生态，所以自己动手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它们看起来不是那么完美。